News Boss 小主播话你知，体育小知识。啲大型成日话波系圆嘅，咁呢个算唔算系波啊？哦，呢个篮球形状嘅波，打篮球同埋美式足球嘅时候都会用到，虽然唔系圆嘅，但系都系波嚟嘅。你同美国嚟嘅阿 Sam 成日讲嘅 Super Bowl 系咪即系美式足球啊？Super Bowl 是美式足球 NFL 的决赛，由于在美国很受欢迎和重视，外国很多地方都有报道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误会了 Super Bowl 即是美式足球咯。哦，但是明明是用手打，为什么会叫足球的？美式足球其实都要用脚踢的，看着 LTV 各式各样运动都会知道多一点。